最近其实蛮开心的，然后刚好政党轮替嘛，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看起来是全新的开始，可是我们好像也都一直有在进行着什么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其实前阵子我们也有那个要讲什么好，前阵子我们几个朋友有帮一个那个比较高的纳豆助选，算是蛮特别的一种经验，就是竟然可以帮纳豆助选，蛮特别的。可是后来我们选输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会那个，就是还是会回来，好好唱唱歌，唱一首歌叫《广场》。
手叫李志的歌。好，那我是那个，我是主持人，我叫志伟哥哥，然后我的开场就开到这个地方来告一个段落。那我们就会开始邀请今天报名的朋友一一的上台。好，那我们也会在四处游荡，如果大家对铁花村还有什么疑虑，就是我还没有介绍到的，都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，我认识一下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掌声欢迎第一个报名的朋友，他是那个乌头翁是吗？是第一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乌头翁。